报告，着陆巡视已完成全程停下，地上机动快速下降。现在正午转入，根据遥测判断，着陆巡视器转入无控模式。 不容易啊，这个。贺总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说到了，不容易。这是一个标志，标志着中国人的航天器首次。